委员，那我们这边因为当下是情绪上有点觉得他不应该这样，那后续会不会可能跟他拍谁一下？就是好像做对那个动作，我怎么要给他拍谁？他的行为他是不对的呢。那你会跟远景道歉？因为大家如果看到那个打拿帽子这样子打他的那个画面，我讲给你听，即马拢厘清，伊若感觉讲，伊今仔有越过界无啦？七点以后是立委拢总爱入去开会啦。所以你觉得他有在挡你们进去就对了。所有的立委不是干我而已，我就是在头前，我敢有怪啊，因为我感觉讲哦，大家爱平常心，无加油添火啦。啊，你讲什么也无效啦。回室内吗？也是嘛无。我要安怎来回室内啦？伊已经七点钟，人的立委袂当入去开会，伊是凭什么啦？吼！你若讲今仔，大家拢要入去，那有啥物？大家都可以摊开来讲啊。一动底下，一敢对？啊，不是，我讲给你听，警察已经七点以后啊，徛底下无爱放入来。结果我若讲你做警察，敢会使安尼？因为我感觉讲，我们就事论事，我感觉无应该是警察去介入。会知影要开会的时间啦。你若讲七点进前，你警察安怎维护，那是警察的代志。但过伫七点以后，立委拢要入来开会的时阵，是安怎警察会使像安尼护航，是做唔对的啦。我感觉安尼，这个议会是要安怎变？唔着像阿强啊安尼，拢无自由，无啥物限制。所有的立委要入来开会，袂使徛伫遐。我若讲你警察敢安尼做诶，结果伊还阁唔走，伤过歹看。委员，这个徐小新他说，那个远景让大家都有让大家进去，没有说只让人。没有啦，我讲实在，你们可以去看待，咱袂使玩弄人啦。也毋过事实是安尼啦，真的，我讲完了，我自较早到即嘛。我拢足尊重这个警察人员的辛苦，可是会知影伊安尼做，真的太难看了啦！真的，咱袂使冤枉人，也毋过警察真正不应该介入这个的纷争啦，对不？你若讲你维持秩序、维持什么，真的不要这样子，袂使。我感觉讲警察有警察的辛苦，也毋过七点以后是每一个伫位拢要入来。你若讲伊要让大家入来，我敢会生气？我敢会若讲你警察敢是安尼做的？因为大家若了解我的心情，我自做议员自一路走来，我拢足尊重伊的。是会知影，我感觉伊嘛无真正不要做这么难看。我买也出来，我嘛来因讲，我讲恁无应该去处理安尼。委员，因为那个画面好像有拿帽子这样用，有一点在就是攻击远景啦。你会跟他们去拍谁一下吗？我是什么的拍警察啦？你是在讲啥啦？我本人看到的。你本人看到的？你在行为，你在讲什么话？我有亲眼看到。你什么亲眼看到？我是什么的拍警察啦？你是在讲啥啦？我本人看到的。你本人看到的？
你的行为，你在讲什么话？我有亲眼看到。你是不是亲眼看到？阿玛，主啊，人啊，跟着跟着人啊，无言，今天咱人啊，无言呢。我们一定要保护警察，保护警察最重要的。你是什么？执法人员，你是什么人？谴责暴力，什么谴责暴力？千万不可以攻击警察。我亲眼看着这只手把警察的帽子拉下来，一直不断的打，一直打。当这个警察转过头来的时候，我看到他的表情是无奈。我当下没见没笑，公里头有人刚刚有袭击警察吗？我为这一位，有人刚刚有袭击警察暴区，我为这一位远警感到不舍。觉得他们为什么我们的远警？不要帮我带了你无头龙。有人可以帮我们再说一下刚刚那个状况吗？因为现在大家可能会，我讲完你啊，即马拢讲未清啊啦，因为无影嘛，讲无影。你别伫遐啦。你还嫌骚扰？你还讲什么？还一点要尊重人个无？有人有去拉掉那个警察的帽子？我伫遐啦，我内向有拍到无拍到？讲实在，我不知道。结果我有人讲，你警察敢是安尼做的？因为已经七点外，大家拢会使入去啊。对吗？那你觉得就是他们有党民进党的立委进去的？我讲我一点，民进党什么我都不管他。只是七点以后，所有的立委拢会使入，伊不应该徛伫遐动。委员，那我们这边因为当下其实情绪上有点觉得不应该这样，那后续会不会可能跟他拍摄一下？就是好像就对那个动作，我怎么要给他拍摄？他的行为他是不对的呢。那你会跟远景道歉？因为大家如果看到那个打拿帽子那样子打他的那个画面，我讲给你听，即马拢厘清，伊若感觉讲。伊今仔有越过界无啦？七点以后是立委，拢总爱入去开会啦。所以你觉得他有在挡你们进去就对了。所有的立委，不是干我尔，我就是伫头前，我较有快啊。因为我感觉讲哦，大家爱凭良心，无加油添火啦，讲啥物也无效啦。我要安怎闹会失礼啦？伊已经七点钟，人个立委袂当入去开会，伊是凭啥物啦？吼！你若讲今仔，大家拢袂入去，哪有啥物？大家都可以摊开来讲啊！伊冻伫遐，伊敢着？委员，谢谢。委员，辛苦，谢谢因为说实在，当下真正一天底下真正，说实在话太久了。你讲是嘞？把背章记下来，我跟背章走。投诉啊！哎，有够悲哀，要入来警察动嘞，警察做人的拍手。乖讲好不好？安怎咯？安怎咯？我们问说可以出来讲吗？没事啦，没事啦，委员不要生气，你刚才怎么了？有人挡住，有人挡住你是不是？不是啦，我感觉立委安怎冲突安怎拢无要紧，未使警察去介入啦。我要入来，警察徛伫遮，无爱让入来。小姐，哎，未看见啦，台湾拢已经变啊啦，悲哀啊。你甲警政署讲。无啦，嘿。黑人爱家去处理啦，唔好做安尼啦。立委白白，立委大家迄落。委员派谁？你讲啥物处理啊？你讲是院区还是？啊，看时代发生的，就啥物人做大的人家去处理呀、啊。吴秉睿委员刚刚说要投诉谁要投诉？吴秉睿委员对啊，说把他的编号记下。那个，一共我无法度代表伊。委员，我受伤、啊，有没有？无啦。来就唔惊受伤啊啦，受伤就莫来啊啦。委员，甲你问一下，伊讲恁今仔是要对付迄个金门坦克哦？没有，无啦。是嘉义铁甲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是捍卫台湾民主啦，我无会甲伊来立法院是行使立法院，等算你要来创啥物，爱搞清楚啦。接着俾你吧，你这样子咧，背章记下来，背章都。还有个 FBI 要入来警察动嘞，警察做人的拍手。
怎了？安怎了？可以出来讲啊！媒体啦，媒体啦，我们不要生气，我们就来这边了。有人挡住，你是不是？不是啦，我感觉立委安怎冲突安怎拢无要紧，袂使警察去介入啦。我买立委，警察徛伫遮，无爱用立委。多谢。嘿，袂看一啦，台湾拢已经变啦啦，悲哀啦。啊，你要甲警政署讲。好啦，嘿，嘿，爱家己处理啦。唔好做安尼啦！你为别个，你为大家迄落，你讲是院区还是？甲我伫台发生个，个啥物人做大个人，家己去处理啦。委员刚刚说要投诉哎，谁要投诉？秉睿委员说把地上记下。那个，一共我无法度代表伊。委员，我受伤了，有没有？无啦。来就唔惊受伤啊啦，受伤就莫来啊啦。委员，跟你问一下好不好？伊讲你今仔是要对付迄个金门坦克哦、喔。有人说你是嘉义铁甲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是捍卫台湾民主啦，我无会甲伊来立法院是行使立法院，等算你要来创啥物，爱搞清楚啦，唔是来是吃咧迄落话啦。世界委员，刚刚还好吗？有跌倒在地上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